直走，直走左转，要去办那边办落地签。签好了，直接走里面，往里面走。在曼谷机场，一下飞机，我们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可以的，那边请。好好，再见，谢谢，辛苦辛苦。这里每天的客流量约有150,000，其中有大量的中国游客。自2008年起，50位旅泰台商自发成立了义警队，在这里为进出港的游客提供中文服务。每人每周轮值2次，每次服务时间6到8个小时。这一位是我们的宋秀华小姐，她是做电子工厘，他们工厘差不多有8000名的那个员工，她也是我们义警队鼎鼎的非常认真的一位。那过来就是我们的那个陈燕女小姐，她也跟着我们义警队服务很久。旁边这一位他是博士哦。那我们在这边服务呢，已经有大概7、8年了。平常在这边啊，会遇到很多的中国大陆的旅游团，我们就是尽量协助他们，很快速的把那个文件完成。现在自由行来了非常多，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协助。其实这种服务是我们对一个国家的心意。何洁与他的朋友们都是泰国南瑶妈祖宫的信众。虽然旅居海外多年，但始终秉承从小信奉的妈祖精神，热心公益。泰国是热门旅游目的地，选择机场这样一个窗口，是传播妈祖文化最好的方式。很多游客看到我们都很高兴，说：“哎，你们也会讲华语哦！”拍拍肩膀，哎，老家。我说，但是这个是一种感觉啦，因为大家都是讲华语，都是华人，我们的中华子弟嘛，哈，就像我们信仰妈祖一样，每一个人对妈祖的信仰就没有分彼此了，因为有妈祖，好，我们才有那个心，有拜妈祖的人就是心里最漂亮。我们在泰国有很多的台商，希望我们的第二代哈来传承，知道我们台湾人信仰的是什么。所以，因为我们从小在家里就拜妈祖，那我们的大家都想说，应该有个心灵的寄托，让我们的第二代有个传承。泰国南瑶宫是多年前从台湾的彰化南瑶宫分灵而来。这尊分灵妈祖从台湾请来后，一直供奉在和解公司腾出来的一个2层小楼里。迟迟未建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更大的期许。最近，他们物色到了湄南河边一块地，并请来台湾著名的建筑师做设计。他们希望把这座妈祖庙建成一个地标建筑，让它成为泰国的妈祖文化旅游中心，通过天南海北的人把妈祖精神传得更远。今天来看的这一块土地，就是我们要把妈祖建盖在这里。这个地方是一个港口，这里有一个灯塔。这一条河的上游来自南昌江，还有湄公河。这一边又是一个港口，那船出去的时候是从这边出去。渔船要出去之前，他一定要来参拜妈祖。那回来的时候，远远的地方他就又可以看到妈祖，就会感觉到很心安。妈祖在这里能够保佑这地方的所有的渔民及泰国的侨民，让他们身体健康、平安，还有大家都发财了。
这座美国妈祖庙的主人是一家祖籍莆田的华人。移民之初，朱荣斌一家就是带着妈祖神像过来的。原先，妈祖供奉在他位于纽约唐人街的诊所里。我们从大陆过来也是以黑人过海过来，所以妈祖的神灵特别灵验，所以他里面就带我带过来放在家里，保卫我的平安，保卫我们华人大家的平安。举上就会痛，不痛就痛，小拳头好差，慢慢慢慢慢慢。本来是说我们在家里搞个那个寺庙，那我们就宗旨是说，我们不是为了我一个人，为了大众大家保一方平安，所以特地在比较纽约比较繁华的地方，在华盛租了一个地方，从妈祖庙请了风铃到家里。我的岳父他是今年80几岁高龄了，也是为了这个妈祖的事情啊，中国美国就不断的走往。我跟我这个女婿的，我女儿呢，就讲了，我们应该要像我们老家啊，我们保和人老家的夏天的烧那个岩茶的那个，过路人喝，我们也是真材实料就做了。烧这个茶也不是简单，在我们中国是富人家烧，但是在这里呢，我天天的5点才起来就起来烧。这次我们的开光的时候，邀请了很多那个中外的那个领导啊，他们送了很多的贺饼、贺卡。这个是我们那个妈祖祖庙的董事会请的一个书画家。第二个是主要是我们那个美国那个国会众议员送给我们的贺饼。这个是我们纽约市的一个议员就专门来了我们这边来开光检查。这个文化现在不是单单是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共同的精神产业。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也有一座新的妈祖庙正在酝酿中。这样子，我想先北美这里就是你要拿一块地，独立的地很难。现在这里也搞这么一个，已经很气派了。我都想把这天空给打掉嘛。对，那有用落雁进来，你要烧鲜火也可以。然后这边我可能天空给它打开。前线基本上已经请好了，就等到我们选址了，把址选好。所以我将会协同我们的宗教理论家，我们的这个哲学家，再加上我们的心理学家，那么结合妈祖这么久的历史和文化现象，提取出这个妈祖文化的一套理论基础，这个未来体现为妈祖研究员。那么第二块是妈祖庙，就是纯粹祈福的。第三个是妈祖生活体验区，妈祖的茶道、妈祖的饮食、这个护士，而且一系列的，它是一种延伸。如果我们这样干的话，有可能我会变成全球最有特色的妈祖庙之一。周建成是一名成功的华人企业家，虽然平时远在地球的另一端，但他还是常常飞上10多个小时回莆田老家与父母兄弟小聚。妈祖的故乡福建，三面环山，一面靠海，这样的地理环境既是制约，也是契机，使向外走成为闽人的传统。在福建沿海，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亲人在海外。我们这些海外的这些侨胞啊，毕竟面对着新的环境的变化和挑战，他们往往会面对很多的不确定性和很多的困难，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他们需要不断的坚定信念。当你拜一下妈祖的时候，等于重复了你一下你的目标，同时有更多的一种寄托。
周建成的老家就在平海天后宫附近，每次回老家他都会来这里拜拜。这座始建于公元999年的天后宫，是世界上第一座妈祖坟陵庙。或许是机缘巧合，现在世界上最新一座妈祖坟陵庙的兴建重镇落到了刚刚当选为加拿大蒲仙同乡会会长的周建成身上。加拿大中有200多万的我们华人华侨，起码有30%的人信妈祖。那多伦多地区我们是80万的华人，它拥有广泛的信徒的基础。我觉得妈祖文化真正是一种普世价值的文化，它超越了所有宗教、所有民族。妈祖的文化是非常无私的，胸怀非常广的，愿意把这样的一种文化和更多的人分享。新西兰的南岛，当地人戏称这里是世界的尽头。所有的航班飞到这里就要掉头返航，因为再往前就是南极洲了。The new Chinese news station will be close to Scott Base. We can see more and mor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tarctic. 冯一飞的老家在福建莆田。他从前学的是航海，现在在新西兰从事航运工作。我们身后的这个港口叫做利特顿港，是基督船的港口。那么中国国家海洋局的南极考察船雪龙号每次来都会靠在这个码头。在2009年他们来这里以后呢，第二天就要开航了。当天晚上，整个船上的领导班子在大使馆官员的陪同下，一起来到我们家里给那个妈祖敬香，啊，这也是我们从妈祖文化层面来对他们一种美好的祝愿吧。2015年1月，雪龙号再次来到南岛，冯一飞又积极参与了考察船的后勤保障任务。加油加水，上火食上火料，货物资的转运，还有呢，有的考察队员临时生病疾病，我们就会安排专门的车、专门人送他们去医院去看急诊。船在这2-3天期间吧，我们是全力以赴来做这个事。我当时基本上也是没怎么睡觉，因为我自己做过船员，所以我就对他们长期在海上的那种感觉，我是感同身受。希望妈祖保佑咱们南极考察事业更加顺利，走得更高更远。2004年，冯一飞听说了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成立的消息，他立即与国内取得联系，并按照章程成立了新西兰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在应邀参加2005年的年会时，冯一飞从梅州祖庙恭请了一尊妈祖神像来到新西兰。妈祖分灵新西兰10年来，冯一飞一直致力于妈祖文化在新西兰的推广，他对妈祖的爱也感染着新西兰当地的朋友。2007年，我当时去天津参加第一届的妈祖文化知识竞赛，当时有一对这边做建筑公司的夫妇，从来没有来过中国。我正好就说，你要来，我们一起去。在天津开完会以后，后来带他们一直到的莆田的美洲岛。他们也第一次接触到妈祖文化，也碰到第一次7000人那个台湾人来美洲岛敬香，他就感到特别的震撼。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8级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
湄洲祖庙和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向全世界的分会发出号召，向灾区提供帮助。作为新西兰的代表，冯一飞动员了包括自己女儿在内的一批小朋友到街头拉小提琴募捐。那时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正值冬季，孩子们顶着寒风用音乐传递的爱心感动了过往的人们，连环城的观光电车每次经过这里时，司机也都特别停车向乘客介绍小朋友的募捐行动。大概有十个八个的5岁到8、9岁的小孩，他们都是平时有拉小提琴的，学习小提琴的一个组，然后有各个小朋友的家长陪同，我们就在基督城市中心的艺术中心 Art Center 那边两个红色电话亭中间，我们就是让小孩子们把那个小提琴壳盖翻开放在地上，然后大家有的是两个人一起，有的是一群组站在一排在拉小提琴，然后又摆上那个或一些各种各四川汶川地震的那种各种图片。在我们身后的艺术中心前面的两个红色电话亭，当时呢我们连续三个周日星期天在这里筹款，经过的电车他司机看的都被感动，都停下来让乘客下来给大家捐款。我们做的就是为了给四川的小孩子可以喝水，买一些新的课本之类。最后筹到1147块新西兰币，经过的小朋友还有他们家长的那个大家的那个认同，我们就用妈祖文化交流协会的支票开到大使馆，请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转交给四川灾区的儿童。这一尊妈祖我们已经是从祖庙请到了新西兰，我们又一直带在身边了，现在是还在新西兰的基督城。这个月冯一飞在中国和新西兰之间来回飞了4趟，专程为游行事宜做准备。基督城的圣诞大游行是当地一年中最盛大的集会，在每年的12月初举行。现在每年参加的人数达到12万以上，约为基督城总人口的1/3。让妈祖文化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是冯一飞一直以来的心愿。他相信，妈祖所倡导的爱与和平，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找到共同的语言。中华协会 ，OK， 好的，然后呢，我能当市长去了。新西兰人呢，他们对一年一度这种圣诞大游行他特别的重视，也工作了学习一年那个时间特别辛苦，在圣诞节之前呢他举行一个这种嘉年华式的大联欢，他们当地也有很多的团体来参与，基本上什么文化都有了，整个是个嘉年华，就特别的热闹。那我们新西兰妈祖文化交流协会第一次参加这圣诞游行呢，是在2006年。我们今年呢，也是专程我从湄洲岛定做了8套的湄洲女服装，然后我自己也把那个2005年从湄洲岛请来的妈祖分身，我们也一起参与了圣诞大游行的行列里边来。新西兰这个社会它本身呢是一个多元文化高度融合的地方，当地的主流社会对我们中国来的一些文化现象也特别感兴趣，我们代表中国的一些那个元素吧，大熊猫了，还有西游记，还有舞龙舞狮，当地的特别那些小孩子特别的兴奋，都每个人都争着跟咱们的大熊猫来握手。
通过马祖文化呢，我相信更多的海外的社团啊，以及更多的民众会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马祖文化本身它代表的不仅仅是说福建，它代表的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代表一种大爱，一种祈求和平，一种平安的一种精神的文化。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妈祖信俗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在中华民族众多的本土信仰中，妈祖是唯一一位超越了时间与空间，走遍天下的神奇。他像一位亲善大使，为世界许一个和平的未来。